电梯按了吗？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？干嘛？我一个5折的外卖券，今天就要到期了。现在知道饿了，打架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哎，快吃啊！吃完了谁说一下打架缘由？哎，同志，警察同志，啊，您听我跟您说啊，这事儿啊，它本来就是个误会呀。那大家既然都没受什么伤。您看能不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？不行，他们得赔我手机，还要跟我道歉。你们先动的手，那凭什么我们给你们道歉啊？你们要不要脸啊？打女人就不行，知不知道？你们这么多人，打我们4个啊？崔龙，有本事出去1对1，来，出去！老三啊，怎么着？行了行了，孙子，干嘛？坐，坐，都蹲下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谁还敢动手。没事没事，动手啊，动手啊！哎呦，干嘛？警察同志，哎，这是要命的事儿，真的是要命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按规定不行，你就别按规定。放下，放下。谁是乔云啊？嗯，我是。门口那个是你老公啊？啊？哦，不是，是我老舅。啊？你老舅这么年轻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我不走。这是你想待就待的地方？你自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哎，乔云，你没动手，还报了警，赶快走吧。怎么了呀？干嘛呀你，姑奶奶？啊！别说话，别说话。你刚刚跟警察又说什么了？我说你怀孕了呀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先瞒着吗？这要是万一……瞒谁呀？你瞒警察呀？你在那儿蹲一宿，那孩子没了怎么办呀？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你就别指望我加薪了，拿什么养孩子？走啊！别生气了，啊，别生气，我呢不是担心你吗？我就没想那事儿，是吧？啊！你说咱俩，啊，也算是一起吃过牢饭的合作伙伴了吧？就给哥哥再宽限几周时间。一句话，按合同办事儿。哎，怎么着？你真打算告我呀？换成你是我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别拉我啊！不是，咱好好商量嘛，我又不是不给你。